是先来拜喎。啊对哦，听讲你讲三十一号会要去拜路，一路去拜路嘛。那今仔日，我手上才公布名啊，你木有定？叫我讲，拖十四号，有办法咩？轮点轮点。去年拜的那个鸡啊，吃完了，现在肚子很饿。哎呦，减价一顿啊，等。减肥。哎，十四号不要去拜咯，哈，十五号十五号，哈，轮点轮点，过再一讲过。轮点轮点，买过来个蕉，我来下西瓜就拿出来，啊，对呀对一声，啊，要去拜咯，拜拜。记得来拜我。不然我靠爆你！各位记得也通知你们的阿公阿妈。